场的所有的大爱电视的听众们，还有全球的大爱电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午安。那在今年的7月3号，我们在菲律宾呢，我们有回去菲律宾自己的家乡，举办了一个万人的祈福跟大米发放。所以为什么今天的主题叫做祈福与感恩，然后菲律宾的慈善足迹？因为我自己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跟哥哥一起主持这一场万人祈福的时候，非常的感恩跟非常的感动。哥哥要不要谈谈当时的状况？心中有爱，真的是人见人爱。那段期间其实过程也非常的坎坷啊，菲律宾慈济人其实那段期间可能我们华人的职工将近有300多人左右，但是那时也是一大部分，可能甚至有一半的慈济人本身都已经受灾，真的也是一片茫然，真的也不知道怎么做。但是真的非常感恩那段期间有上人的一个祝福跟一个指示。我看我们就对这一段时间来回味一下，然后有请我们的那个伟崇执行长来为大家做一个简短的一个分享，让大家知道，其实那个时候是怎么凝聚大家那一份心。因为不同宗教、不同种族、不同语言，很多的不同，很难度这些菲律宾人。但是2009年9月26号，那个凯撒那台风，整个马尼拉超过80%都淹水。那我们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做。在菲律宾也有很多的慈善团体，经常就是有灾难，他们就跑到现场给米经常标准是2公斤的米，还有给两个罐头，还有两个那个泡面，就这样我们慈济也是救灾，我们给的物资是比较多了，15箱，但是也是一样啊，我们一去把这些在赈灾品给他们，那我们互相感恩，我们就离开了。但是这一次呢，上人让我们做一个很大的挑战。上人说要以工代赈，要深入社区，就是这样做。21天，我们融入社区，跟灾民一起工作，跟灾民清理他们的家园。这是全菲律宾从来没有一个团体都做到，就是让菲律宾人清扫自己的家园，清扫他们自己的社区，还给他们工资，给的工资是比别人一般比较高。菲律宾人很感动，他说从来都没有一个社团能这样做。后来上人给我们的使命要以工代赈，做环保，就这样已经做2年了，带动他们以工代赈做环保。就这个1年一直跟他们接触，一直他们吸收上人的法，慈济的精神理念，才能在这个大米发放有这个成果。刚刚万雷爸爸也真的有提到说，当时那个以工代赈做清扫的一个部分，我看我们有请他跟我们做一个感想。不只是布施，就是要启发每个人的善念。我们常常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我们在帮忙他、救济他，越重要就是要度他。所以《无量易经》那边有讲，苦者爬矣，护而说法。所以我们这一次的灾难呢，完了以后，我们不只是长久的陪伴，最重要就是要启发他们心中的那一份善念。所以从那一次到现在，我们已经差不多2年没有停止的在陪伴他，
而且举办了到今天啊，到前天已经第十六次的培训共修了。因为我们有去帮助他们，他们了解慈济人是真诚的心、大爱的心，所以他对我们都非常的敬爱、尊敬。所以我们要叫他来培训，他们都非常乐意。所以这一次呢，今年呢，说那一次的啊万人祈福能够有啊1000多人，他们都是因为有培训，有我们的精神理念把他们带出来。华人的志工真的没几位，而且华人的志工有些人的家里真的也淹水，我记得伟松师伯家也淹水，淹了非常的严重，是不是师伯？那然后我还记得他们的工厂有那个火，你要不要这一段也稍微分享一下？对，那9月26号我家也是淹水，1层楼，所以我跟我师姐啊，还有岳母生病，把她抬到2楼去，然后我们就住在2楼。当天晚上，上人打电话给我，上人问我：“伟松，你好吗？”我说：“有上人的祝福。”上人你这个电话来，我觉得很欣慰，我们一定很好。不只是我家淹水，我们家的车11台也都泡水，还有我公司的办公室，还有2个仓库都泡水。在那个很无奈，坐在2楼看下来，那个水很深。然后我们隔壁是一个违章建筑的地方。不只是淹水，还火烧。旁边有我的仓库，我是做化学的，里面很多化学，我怕说会爆炸，我怕会起火。那个钱不重要，怕影响别人，影响我们的邻居，如果有生命，那我怎么赔偿呢？我就一直我跟我师姐一直跪着，一直求上人保佑。还好那个火没有烧到我的仓库。就这样，那隔天呢，水退了之后呢，损失是很大。我孩子就一直在算，我跟孩子说不要算了，只要我们平安，钱还可以赚。我说还好我有7个孩子，我跟他们讲说，家你们要清扫，我慈济执行长要带动，不能待在家里，我要扛起这个责任，就到我们的会所赶快把大家叫出来，赶快开始主日时开始发放，开始做赈灾的工作。那伯方师伯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其实伯方师伯他也是当地的一个企业家、实业家。当初他是怎么走进慈济的？其实是看到了上人的一本书，叫《恒持刹那》。他看到了上人的这样的一个法照，他非常的欢喜，所以这样一步一步的走入慈济，现在也是非常精进的菩萨。要不要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感恩师姐，当时真的是看到那本《恒持刹那》，它启发了我那个对慈济要深入了解。但是深入进来呢，真的让我很震撼。慈济做了这么多，所以当时呢，我走进来是到开山的时候1年多，当时伟松师兄就是打电话给我，要我承担起也来带动我们那个义工代赈清扫戒严。我们这样去带动一天几千上万的人呢，我说不知道要怎么样，因为没有人管理啊，这么多的人怎么动起来啊？但是我是记得上人说，信即无私，信人有爱。真的在3个星期21天日夜陪伴他们当中，我原来我发现
菲律宾人也是 很有爱心，就是这个理念，这两年来对他们的带动，真的，现在我们要培训，我发觉到这个以工代赈，现在我们也是以工代赈做环保，原来每个这个爱呢，也启发了他们，改变了他们。那接下来呢，我想说也准备了一个影片。刚刚他们都说，因为这样的一个灾难过后，很多的菩萨涌现，不仅仅的是华人的志工，很多当地的菲律宾人的志工，大家以前对他们的印象是比较贪，比较懒惰，什么都不喜欢，但是用真诚的爱陪伴，他们还是会改变的。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段影片，好吗？光荣的一刻，上万人见证21位本地志工从华人志工的手中接过蓝天白云的制服，也象征传承慈济的爱，但过程不容易。47岁的伊斯麦之前对华人可是极度排斥，就连当初凯沙纳以工代赈，他也没参与。yung pera-peraan laban, yung kasi may issue pa nga doon na kaya daw tinutulungan ng Chuchi Foundation yung Balubad dahil pagkatapos doon ng undoy, palayasin daw kami at gagawa ng pabrika ng Chuchi. No, kasi maraming hakahakan lumabas na ganun daw ang dahilan, kaya pumasok ang Chuchi, palayasin daw. 日久见人心，在慈济之夜园区以工代赈做环保的伊斯麦，经过700多天的观察，改变了对华人的刻板印象。Nakita ko naman hanggang ngayon ni talagang tulong lang naman at wala namang kapalit yung hinihingi. Kaya yun na ano ko na rin na parang ang gawain at nalayunin ng Chuchi Foundation, parang niyakap ko na rin yun.爱可以化解种族间的误会，也是因为了解菲律宾本地志工踏上慈济路。首次穿上蓝天白云的索尼今年48岁，密密麻麻的圈募本已经累计近300位会员，不过他并没有以此为满，停下劝募脚步。Yung parang willing na tumulong sa kapwa, at saka nagustuhan ko kasi yung nagustuhan ko yung mga ano ng Chuchi, yung kanilang mga rules, yung kanilang mga patakaran, at saka yung kanilang kagandahang tumulong sa kapwa. 300位会员当中，还有人一个月只捐2元菲律宾披索，大约1.3元台币。不过索尼一点都不嫌少。Sa akin po, parang iyon yung parang okay na rin po siya. At least nagbigay siya, naalala niya.Na magbigay kahit 2 pesos, appreciate ko na po yun. Tanggapin ko na lang, at least nang galing sa puso niya kahit maliit na halaga. Hindi po, kasi yun lang yung kaya niyang ibigay eh. Basta hindi ko siya finors na magbigay sa akin ng pera, basta gusto niyang ibigay yung amount na yun, appreciate ko siya.传承了45年前来自台湾竹筒岁月日存5毛钱的精神，他们都是马累锦纳本地志工，只要慈济需要，他们一呼百应，甚至千应。这次白米发放就有1300人投入。对本土志工可以成为我们的力量，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每期大型的活动哦，如果没有本土志工，根本做不了。我们看到本土志工的效率很高，很高。说实在话，比华人更高，所以这是我们非常高兴今天有这样的现象。你看到大家都很高兴来参与。万人白米发放能够圆满，从前置工作一直到上万人都离开了会场，本地志工还在做环保。毫无疑问的，他们早已不再是灾民，而是慈济绝对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上人就跟我们讲了一句很简单的一句话，他说就是因为你们跟他们拉长情，这段时间他们才可以跟你们扩大爱。其实真的是非常感恩，因为那一段期间没有别的团体，在那个凯撒那期间自己又受灾，像我们执行长，其实也很多我们的华人的一个志工也是用这一份精神在做，从第一天开始做的时候做了20几天，连续天天都看到我们慈济人的一个身影，所以难怪商人就说他能够这样一直留下来。最近也跟这金色师傅这样有做一个
讨论。我们本来一直想，哎，上人可能又要创造一个很好的因缘，把这些大米送过去，这个大米可能是一个因，让我们再去创造更好的一个缘。结果金色师父就跟我们分享一段非常美的一句话，他说，其实那个因不是那个米，真正的因是我们的诚恳心，让居民看到了这个诚恳心可以一直这样复制下来，这个米只是一个盐，让我们将这个过程能够一直延续下来。就是菲律宾啊，不只是这个凯撒那期间开始那个用上这个竹筒的一个过程，每次有火灾水灾，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很讶异，他们都受灾了，你怎么可能每天还拿竹筒去跟他们募款呢？我看这个部分看是请那个万磊爸爸跟大家做一个简短的一个分享啊。我们常常说贫穷不施难，让他们有这个因缘来种福田，但是我们每一次出去的时候，你会看到90%以上大家就是将裤带里多少钱，他菲律宾很单纯了，他没有想到说我明天我这些钱还可以啊，有饭吃吗？他就把它捐进去。我还记得当时有好几次都有遇到这样情形，他钱要20块钱要放进去的以前，你可以招10块钱给我们吗？我说为什么？他说我10块钱就是要坐车回家的，我假使没有这10块钱，你看他们很非常非常的单纯。所以我们每一次的发放，我们就带动启发他们的爱心，不就是助同出去的时候，让这些啊灾民有机会让植福。所以我们常常就是上人给最重要的，我们是要济贫教福，教富济贫。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周年庆，然后就很多人就带着我们竹筒回到我们的分会，对，请我们的维松师伯分享。今年是我们菲律宾分会的17周年庆，记得2年前就是开山那台风之后呢，在我们的分会的旁边有一个贫民区，就是我住的地方呢，那个我的邻居呢，哈，我们凯撒那台风之后呢，我们主日时还帮他们清扫他们的家园，还有也带动也去赈灾。之后我们有给他们这个竹筒，然后我们跟他说，那是9月27、28号，我们就跟他说，11月8号是菲律宾分会的15周年庆，你们可以带这些竹筒来分会啊。回娘家这样，但是因为我们都在忙马里奇纳的清扫，那到11月8号我们就没办法举办我们的15周年庆，我们就用很简单在分会祈祷这样的活动，很简单的活动。但是在祈祷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很奇怪，后面很多声音。我们就回头来看，看到很多菲律宾人从外面走进我们的敬师堂，这么多人进来，我们就去问他，你们来做什么？他说，你跟我们讲说今天要来啊，我们带我们的竹筒，要还给你们呢、啊，我们就赶快 去拿一个、一个瓮，那就让他们排队，一个一个放进去，那个瓮就满出来了。真的看到那个爱心，万磊师兄经常讲说菲律宾很可爱，也很单纯，就是这样，你教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他们真是用他们生命，用他们的心来做，来帮我们做环保，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呢，不只是为他们，也是为他们的家人，所以我们这样做呢，真的是上人的理念。上人给我们，五管齐下，第一，要安他们的健康，要安他们的生活，要安他们的孩子的教育，要安他们的心，还有安他们的身。现在上人给菲律宾分会的使命，要安邦定国，安邦定国很大的使命。但是在上人讲那一句，我说怎么做？
菲律宾总统都不敢这样讲，上人要我们这样做，上人已经给我们那个地图了，万人以工代赈，做环保，做环保。现在我们有多少人在做环保呢？300位，好，加油，300位。但是我们有300位，这一年多呢，我们在累积经验，我们在做这个制度，还有在培养人才。现在我们已经培养很多种子了，从300位要达到1000、2000、5000到10000，现在已经有曙光了。在无量已经不是一生无量，无量一生。上人说万人不一定只是一万哦，应该是比一万多啊。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一定要达到这个目标。感恩，感恩韦松师伯。就刚好韦松师伯韦松师兄提出来啊，我想也是请大家多多祝福啊。上人就告诉我们，其实这个根本不能用价钱来衡量，这是安定人心、祥和社会这么重要的一个步骤啊。上人就祝福我们，如果你们经费不足，你们就更用心该募款的来补贴这个费用的话，你们还是要这样做。最后要请主讲者各再分享一句话。我们以工代赈呢，不是这样子就叫他们进来，还有条件的，因为他们要三好，是口说好话、身行好事、心想好意，还有三不，就是不喝酒、不抽烟、也不赌博。这样呢，就是为什么每个义工代赈呢会改善他们的生活，就是我们就以这个理念呢带动他们的戒慎虔诚斋戒忏悔。所以我们已经举办好几场的茶会启发每一个人，那个一定要素食。我们没有想到菲律宾人他们是在听完了以后那发静心的时候，好多人都跑到台上去签，有的要生生世世，有的几个礼拜，有个一年。因为有慈济，我们可以带动菲律宾走上光明的路，需要上人的祝福，也需要大家你们的祝福。谢谢。让我们的爱